这个是呢买的那个烧鸡呢，烤鸡15块钱半个。躺平人生又开始了。要来了。这个鸡，它放在那个罐子里烤。我觉得，也差不多。自己去玩了。哎，忘了拿把刀。你别过来，你别过来，跟你说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。鸡肉你吃不吃？你的同类的肉你吃不吃？你再过来呢。说不听是吧？耶！我他妈讨厌你。